大家在主里平安，感谢赞美主。现在西方是星期三，6月24号。再过一阵子就是进入了星期四，6月25号。那东方呢，已经是星期四，6月25号，也就是华人的5月5号。五月五号也就是端午节，所以大家端午节快乐啊！我在马来西亚，在中国的都有粽子吃了哈，但是我们在西方的呢，我们就要自己包粽子了。那在这边因为封城的关系，所以也很难买到这些大概买到叶子这些，但是不要紧，我们要到新天新地聊，所以在那一端我们就有很多粽子吃，也有很多包子吃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食品哈。想到这边我就要流口水了哈，因为到新天新地那一端真的看到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啊，所以大家要记得我们要准备好自己，最重要就是要每天一直的感恩，天天要感恩，我们要感恩，我们要爱神爱人，我们要走正义路，我们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。感谢赞美主。那谢谢弟弟花枪新来的灵命日粮，也谢谢 Kelvin upload 在 YouTube 里面哈。那弟弟花枪今天新来的灵命日粮是关于爱，因为所以我就读这个今天的灵命日粮，因为我有看到这个爱啊，在最后那边，在最后最底端那边就是写着金，然后一个方格这样下来写着爱令，爱令 OK， 等一下再解释神的意思是什么。所以今天神有一个字爱，所以我们就读今天神给我们的灵命之粮哈。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已经端午节了，所以记得差不多一年前吧，就是看到一个意象哈，写作什么的，就是五节后，那五节后我们就认为是希伯来语的五节后啊，还是什么，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，就是端午节之后我们才回家。好，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真的要回家了，大家都准备好，不要失去这个机会，这失去呢就永远没有了哈，就要留下来经过天灾地浪。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说我们要传这个福音，就是天国近了，就算家人是基督徒，最重要就是天国近了，要准备好自己，要改过哈，要悔改，要谦卑，要准备好自己回天国，心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。如果自己的子女们心还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一直要赚钱，一直赚，哎呀，我要努力读书，我要赚大钱，我要成大富翁，我老了有钱用这些，所以这些东西都要放开。所以最重要现在就是追求主耶稣哈，牵着主耶稣的手，而且每一天都靠着圣灵来引导我们，就是说每一天要思念上帝，心不要在这个世界，心要在神的国度里头啊。所以就准备好自己，到时候就是下个月7月，西方14号，东方就是15号，就是回家了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，所以还是强调这个日子哈。那昨天好像昨天是讲到15是吗？忘记查一下。那今天呢是讲到14号，西方是14号哈，西方是啥，昨天有写14、15啊，那今天呢就强调14号，那大概明天会强调15号了哈，所以大家继续努力。那我先读灵命之粮啊，就是讲到爱神爱人哈，那就是马太福音第22章39节，就讲到爱人如己，但是我们就从35节开始，马太福音22章35节，就是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那他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，就问主耶稣说，夫子啊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要记心记性记义还有一个，如果马可福音有写记力哈，爱主你的神，那38节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
也是最大的哈。那第二呢，就是爱人如己啊，就是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。那四十节主耶稣继续说，这两条诫命，就是爱神爱的这两条诫命呢，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根基。 OK， 就是说一路来的律法跟先知们所讲的道都是借着这两个诫命，就是爱上帝以纯心纯性纯意纯力爱你的上帝。第二个就是爱人如己啊。那我们就看灵命之粮跟我们讲些什么呢，也是上帝跟我们讲些什么话呢。主耶稣教训我们说，最大的诫命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，其第二也是爱人如己，就是爱人如己。可是很少的信徒真的遵守了这个诫命哈，有的不爱人只爱自己，有的虽然爱人也爱自己，却没有爱人如己啊。OK， 会爱人爱自己，倒是没有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。这个主耶稣讲说，爱别人像爱自己，所以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？我相信我们这一大群人已经达到了哈，已经走了两三年，每一天神都在清洗清洗清洗圣灵的引导， OK， 除掉那些污秽啊，这些肮脏的，而且一直叫我们爱人如己，对不对？爱上帝爱人如己。很多基督徒觉得说，哦，很容易爱神，但是想到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，他就觉得很辛苦了。好，继续。至于舍己，就是舍弃自己，爱人是更少了，就是舍弃自己。比如说有些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为了别人他愿意付出哈，这些就是舍己爱人。如果不能够爱人如己的话，更不能够像主耶稣那样爱人舍己了哈。如果我们没有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，那怎么能够说把自己献上 ？OK， 献上给神啊，为神做工，就是舍弃自己啊，来爱旁边的人哈，为旁边的人服务啊，做出贡献。那接下来就拿爱人如己来说吧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爱人有多少呢？爱自己又有多少呢？我们对待人像不像对待自己一样呢 ？OK， 有关心别人像关心自己一样吗？忧别人之忧，就是想到别人痛苦啊，就去关怀他，这种乐别人的乐呢，不但自己所不愿为接下去。阿们。那舍己爱人，不但自己所不愿不加给别人，有些人他不但自己不愿意的不加给别人，而且自己所愿意的，就是讲舍己爱人的话，那些人就是自己所愿意的是要的也给了别人哈，不但不做损人利己的事哈，不要做那些对不起别人的事，却要做对人有益的事。 OK，不只是说 OK 对别人不好我们不做，但是对别人没有益处我们也不做哈，因为人都愿意自己得到益处，所以爱人如己就要做对人有益的事，凡是自己所愿意的都要做在别人的身上，自己所不愿意的不做在任何人身上。做对人没有真正益处的事就不是爱别人哈，所以我们对别人啊要对怎样讲，要做有益的事，没有意义没有真正意义的事就不去做了哈。 OK， 那一个天天只想到自己的人呢，每一天都想到自己，我要这样我要那样，我要这样我要那样，我要讨便宜，我要怎样我要怎样， OK，就不可能爱人如己，因为他根本看不到别人的需要。若真能够看到，这真正的能够做到爱人如己的话，那就要扩散到许多人的身上，才是真正的伟大、有用、喜乐、讨神所喜悦的，得到仁爱的人哈。所以真正呢，比如说你说爱人如己，莉莉亚。我觉得我爱人如己很容易啊，我能够舍弃我的生命，为我的家人舍弃我的生命哈，我能够为我的家人付出一切 ，OK 啊，付出一切。但是呢，神说
那其他人呢 ？OK， 就好像说，很容易爱那些爱你的人，但是神说你要爱你的仇人，你要爱你的敌人哈。当然我们没有仇人，我们的仇人就是魔鬼撒旦，但是偶尔呢不一定啊，有些冲突啊，有些很多方面啊，就是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去爱，我们还是要为那些人祷告，我们还是要为那些人做有益的事情哈。所以我们成熟的基督徒就能够，我相信成熟的基督徒就能够做到这几点啊，这点。但是如果是比较年轻的基督徒呢，还是 baby 的基督徒，我有很可能是比较难一点。但是我们要继续向前冲，不要向后看，好不好？大家继续努力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跟大家分享昨天不是昨天，今天看到的异象哈，有些是昨天啦，昨天好像第二那边是昨天，看到什么时候哈，到第十那边，第二到第十那边是昨晚看到的异象哈，有一个是看到我自己，我忘记那个是昨天下午，好，就从第二开始了哈，等一下再回去第一，希望不会忘记。那第二那边是昨天下午三点的时候，就看到我真的是，我就看清楚是我自己哈，然后看到我自己有戴眼镜，如果应该是有戴眼镜，穿的衣服上面是奶油奶油粉红色的上衣，那裤子啊，短裤啊，穿着短裤啊，短裤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夏天了哦。其实夏天已经开始了，在6月20号已经开始夏天了，所以这些时候我们都开冷气了哦。OK， 那裤子是短的，就是代表说是夏天来了，要回家了。而且是蓝色，蓝色就是要回家，蓝色天国就是蓝色的哦。好，接下来第二那边第三就看到一个盒子，盒子里面又有盒子哦，盒子里面又有盒子啊、哦、盒子外面里面有一个盒子是青色的，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青色的盒子了啊、哦、那里面呢不知道是盒子还是好像面包这样齁、哦、但是可以讲它的尺寸是差不多四寸五寸这样，那四乘五就是二十，就是说我们剩下二十天了哦。那接下来第四那边是看到这个salad bowl 就是沙拉，就是蔬菜呀、啊、苹果啊这些水果加起来的东西要放在一这种的碗啊，通常是很大的碗啊，就因为可以放那些菜还没有煮过啊，所以需要很大的碗，这种碗叫做 mixing bowl 也可以。那菜呢只有在中间一点点而已，就是已经进入了夏天了哈，剩下的时间只有一点点了。那接下来是昨天哇塞了之后看到的，11:07就看到人家人，这家人我相信哇，他的意思应该是看他的笔画有几画，人是两画，家是十画，人有两画，所以2+10就12，再加2就是14号，就是7月14号，西方7月14号回家哦。那接下来有看到主的手形成一个零，那昨天不是讲到是18:1然后再加8对不对？那今天也是一样的方式，但是神有一点不一样，就是说他的大拇指跟第一个手指形成一个零，然后他又一个画面，就是一个手指而已，向上去上去，就是说到零的时候就上去了，这一次真的发生了，要发生了，不是预言了，是真的要发生了。所以到零，那什么是到零呢？就是时间到12点的单位啊，就12点的单位就是零，对不对？然后再走下去就要到123这样哈、哦。那我们就从哪里？其实刚才我做一点功课啊，之前有看到一个时钟在12点的单位写着20，有看过这个，也有12点的单位写着2，这两个就配合了。OK， 那就是夏天开始最后的两圈。OK， 夏天开始最后的两圈。那6月20号，然后21这样走走走哈、啊，
走，现在是24了，24岁，21是一点的单位，现在是在4点的单位了啊。OK， 那这样走下去啊，那到0的时候还没有，那个0是在2号，又有两圈，其实有两圈，然后在第二圈的时候，到0的时候。OK， 就是12345到12的时候就是上去了，那就是14号然后15号啊，所以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什么时候回家，那好，时间过得很快，所以一定要准备好，大家一切要准备好，如果没有准备好，留下来的真的就没办法，自己不能够飞上去的啊，你也不知道在哪里，我也不知道的，我只能看到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第九个 planet Pluto 啊，或者是其实我的孙子刚才给我一个功课哈，关于这个Pluto 这些，他跟我解释很多东西，因为他对科学非常非常有兴趣。好，接下来第七那边就是有一个女生，一个姐妹 ，OK， 是从新天新地那一端，可以看到，有时候看到新天新地那一端，知道为什么。为了知道他们是从那边，因为他会发出有一点亮光，好像银色的光，就是这些是圣徒了啊、哦。那他的头发黑色的应该没错是华人啊、哦，生得非常漂亮，然后他就看着我很开心，为什么呢？他来报喜啦，丽丽你们就要回来了 ，OK？ 那时候在11点37分的时候，我有听到墙壁上又敲了一声，真的很大声，敲了一声，所以我记下来11点37就是完了3+7就是10就是完了啊，就回家了。好，接下来第八那边有没有也是昨晚 ，OK， 还没有半夜之前，哇塞了，之后就看到山上两个山 ，OK， 然后又有一条线这样上去，就是说山也是了 ，OK， 是了，然后山也可以是13 ，OK， 也山13 13是停止啊，那大家都知道停止了之后第二天。还有回家，那我们这边13回家是14，那东方呢当然是14、15了啊、哦、但是神一直跟我们讲13就停止，大概就讲最迟的，好像我们这边西方是用13、14号啊，那东方呢就是再加一天啊。好，就是说完了13号完了就上去了啊、哦，那不是13号上去，是14号上去，那东方是15号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呢是看到一条红线，这个红线好像这样，这个意象当中没有玩到后面 ，OK， 在后面差了一点点，它就停止了啊、哦。这条红线下面写着10，然后在过去呢写着8，我相信8就是加那。10就是10号，那它还有一个空格里面没有颜色，我相信这之前有看到黑色，黑色是短短的黑色哈，红色然后变成黑色是短短，就是后面的黑是个黑天。那昨天如果根据现在看到的意象，四个黑天不是12号开始，是星期日11号开始，不是星期日。星期六了哈，星期六11、12、13、14，星期二、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一 ，OK， 是星期六，就是11，因为这边红线到10嘛，对不对？那后面呢就是11了哈，11、12、13、14 ，OK， 是我们西方11，这就是4天了啊。那东方当然进入15就回家了。那我们知道黑天是11号开始啊、哦、11号。那东方呢当然可以讲12号或者是11号下午开始。那第10那边是过了半夜之后啊，过了半夜之后是这样啊，我看到一个 baby， 很漂亮的 baby， 刚刚生的 baby 齁、哦、然后是用我忘记
啊，对，有写名字，是我一个 baby， 然后白色的布，深白色的布把它包起来的，非常漂亮，眼睛大大的哦。然后我在想说，它不是一下子就跑掉，它留在那边差不多有两三秒钟哦。我在想说，神啊，为这个小 baby 很特别嘞，因为它留在那边给我看这么久啊。然后我在问的时候，突然间他就一箱出来，旁边那边出来，看到谁？看到我的侄儿哈，我的侄儿名叫，就是我四妹的大儿子，名叫弟弟哈，他也是我们在这一群当中。然后他的太太哈要生第二胎，第二胎是什么时候？7月15号，就是我回家的一天。7月15号，那到底他会背题之前生呢，还是背题之后生呢？我相信是背题之后，我希望是背题之后。为什么？就方便去到了另外一端，他自己很容易就生了哈。OK， 没有痛了哦。因为在神创造阿当跟夏娃的时候，最初的时候，神给人生后代，对不对？就是很幸福的神啊。那之后因为人犯罪啦，阿当跟夏娃犯罪啦，所以生孩子就很难了哦，就要很痛了哦。好，接下来，所以看到这个弟弟，然后弟弟看到这个弟弟，我的侄儿，哇，很帅哈，而且呢，很年轻 ，OK， 很年轻也很帅 ，OK， 所以我们到另一关，大家都很帅，很漂亮，好不好啊？感谢赞美主。那接下来第11那边就是看到一个小碗啊，然后里头已经有蓝。不是，就是 strawberry 叫做草莓，已经有草莓了哈。大家很喜欢吃草莓的，这边的草莓常常都是酸的哈。但是新天新地的草莓一定很甜，很好吃 ，OK。所以呢，这个草莓已经有几粒草莓，差不多3-4粒这样，3粒这样。然后呢，他神就有一粒草莓，就好像切了一半这样，就放下去这个碗里头了啊。为那有几粒草莓呢？最少有3粒、4粒。那神有他的意思，我相信啊，就讲到时间吧。那大家。一个草莓6天20，这差不多4-2粒，切成一磅一磅，哎，也差不多了哈，那是不要紧，我们知道时间什么时候回最重要了哈。感谢赞美主。那接下来到12那边，12呢就这样，我就是这样看下去，哇，那个好像这个烟冒烟这样冒上来，但是它的烟呢是好像银的白色，就是白色的哈，白色这样冲上来，就是圣灵的意思，也是神的荣耀哈，这样冲上来，前几天也是有这个锅，黑色的锅是比较大的，它冒烟了也是冲过来，对不对？还有一次也是圣灵这样在远方这样冲过来，我这边已经是第3次了哦。然后呢啊，就给我看到是一个小的锅，大家都知道小的锅就是代表健 baby 他们回的那个锅了哈，这小锅已经到小锅冒烟了哈，所以呢感谢张妹，就我们真的很近了要回家。那13那边是这样，下午4:44就看到就好像这个 journal page 一样，这样这一面，但是只看到上面的哈，上面的，然后1、2、3这样写到1、2、3、4这样，但是在1跟2的那当中呢，它的时间是用粉红色画上去，就好像我这样用粉红色一样样的粉红色的啊、哦。然后给我看到2那边是写着下午4点，如果我有看到4很清楚 ，OK， 很清楚的4应该是 PM， 如果不是 PM 就是 AM 啦，当时是4点，那我们这边4点的话，东方就是3点咯，对不对？3就是 love 一直看到的3。我之前有看到，我在201811月29号女儿生日，我在 clinic 里头就看到这个时钟非常清楚，写着4点，写着4点哈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确定，可以讲说，我们西方是4点，东方就是凌晨3点了哦。那是不要紧，就不要紧张，要睡觉继续睡觉，轻轻松松，反正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对不对？那还没有准备好了，就因为紧张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早一点准备好呢 ？OK。接下来
就是看到这个洗碗盆那边有一粒苹果哈，苹果，嗯，一粒苹果，一粒苹果是代表的什么哈？一粒苹果也是代表喜乐，对不对？啊，喜乐就要到了，喜乐就要到了哦，喜乐就要到了，因为啊那个洗碗盆那边不是有水流出去，那个也是代表我们出去的意思哈、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最后苹果，好，不要急，那是早上七点的，应该是讲到喜乐了，或者是讲最后一圈就在那边。啊，我忘记问神了啊，是不是明天如果有真要神会启示给我，那第四五那边是看到十四，十四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西方是七月十四号。那接下来有看到神的手啊，他就就好像我画的这样，意思说一把的时间而已，这一把一小把一把一把一把是什么？就是一点点时间了啊。那我从上面下来要。在洗碗盆那边的时候，我就听到我这边电脑这边哈，突然间很大声的大一声，很大声哈，好像东西掉啊还是什么，然后赶紧看时间是3:14，三就是完了，好，十四呢就是我们准备好的要回家的那一天了，西方。那接下来有看到神的手是怎样？他是大拇指还有中间跟的手指跟第一个手指，那中间跟第二个手指它会动动动动，就是什么动动是什么？动动就是二，不是二就是二十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大拇指就是恩典了啊，就是进入恩典，意思讲还剩下20天就进入恩典了，那就配合了啊。好，接下来是看到一个时钟，一条针在3点的单位，一条针在11点的单位，那使我想起之前看到好几次哈、哦，这个时钟呢，红色的针指着11跟1，我现在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哈、哦。那三就是完了，完了，十一也是被提，但是这个11呢，大家都知道是代表13 ，OK， 也是13就是13号，而11的单位也是13号，那12点的单位呢，也就是14号。之前不是在12点的单位有写着2，对不对？那也是2号，2号再走一圈的话就是14号，那再过来就是15号，所以。这个是33，所以神一直讲33 44 55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三完了，13就是13号那一天，就是等候完了，要准备回家第二天了啊。好，接下来那这边11跟1也是11，就是13号，12就是14号，然后1就是15号啊，15号。那18也是一，就是 finishing 啊。那从6月28号到7月15号，就是第18天啊，18啊。所以为什么有看到一，然后1:18这样？那接下来是看到什么呢？是一个桶，上面看下去，所以我画的是上面看下去这样，一个水桶这样。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好像。你叫 dust 吗？就是你一个东西毛毛的这些哈，你把它灰灰尘把它拿掉了啊，还没有扫地之前把它灰掉哈，就是这个放在桶里面，然后水就倒进去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些把我们这些污染的东西要把它拿掉，这个东西哈要去清洗啦。没有再用了啊，就是意思讲很快我们就回家了，因为我们不需要再有什么清洗这些了，没有了，已经做完了啊。当然我们还有一段时间，这个是好，就是讲就会发生的事情，不是说现在就发生啊。还有接下来看到水龙头上面的水龙头，然后水龙头它那个东西。你要拉它，你要多热啊，多冲的水冲多快这些啊，就好像一根筷子这样在那边，然后它的方向就是在那边停止，那个方向就是停止的方向，而且
下来，对，热度什么也是那个度，也是热度啊，热度很厉害的热度。没有，不是停止，是它的热度，热度是最最热的时候，就是这样啊，在什么呢？就是像是商店的单位这样，出去那边那条好像筷子这样，然后一根这样，就是讲很热了。我们很热的时候，我们就回家了，也是指这3点，3点就是完了回家。好，接下来有看到3个字，就是你的事。你的事是什么？事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恩惠，上帝赐给我们永生，上帝赐给我们新的生命。OK，那你的事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神说我准备给你的哈。OK，你的心不在这个世界上，你的心在新天新地，你准备好的我都有供应给你，我都有丰收给你，我都有财物给你哦。所以每一次你每一天这么努力，都有财物准备好给你，因为你对上帝的爱心。OK，相信上帝，而且遵守他的命令，所以神说你有赏赐的，有赏赐的。所以这边是讲说，赏赐给你的就给你，OK，不会再向你讨的哈。所以赏赐给你的，到另外一端会给你的啊，神不会在你那边把它拿回来，不会的，他给你了就是给你了哦，就好像买一粒蛋糕，你送人家蛋糕对庆祝生日哈，你这个蛋糕给人家。